講起香港又飯開，本嚟應該係好開心噶嘛，時時都係好興奮噶嘛。但今日有少少即係低層啊。點解咧？因為個股票走勢令到我咧個士氣差咗好多。琴日先唔見咁500幾600點啊嘛，今日一開始又唔見咁成200點啊。好在好似美市又好翻啲係嘛，升翻90幾。但係累積嘅跌幅都係好差啦，所以咧股票嘅嘢真係哎呀好難預計喎。係啊，其實唔淨止係股票難預計啊，今日咧有三幅呢個官地拍賣啊嘛，咁當中咧將軍澳嗰幅官地咧，佢個成交價咧就低過市場嘅預期喎，即係大家都睇到個市場係好波動嘅，真係啱啱。我頭估去唔到啊！係咯，估計我話咧，無論個市況咧係好係壞都好，即係我哋中國人咧過時過節咧，一定要喜慶翻啲嘅。咁嚟緊咧，中秋節又到啦，一定要食翻餐好啦。好啊，後生可畏，後生仔真係後生仔啊！咁一講呢啲咁嘅過節過節食嘢咧，我又興奮翻啦。係啊，既然啊你講得咁興奮啊，咁啊我哋咧即係團圓啦，或者做節咧，通常咧我哋都會食雞㗎，但係八節雞咧同埋咧呢個豉油雞食得多㗎啦。但係今日咧中秋團推介咧。就會同大家介紹呢個花雕雞。好，山神啊，嗱我今日嚟到咧台灣飲食界好紅，而且咧紅到嚟香港嘅食肆喎。哇，咁點解佢會咁紅嘅咧？呢間食肆？你知我知，大家想知，入去啦。好。你而家食緊呢鍋咧，好唔好食啊？誒，唔錯唔錯。係咩嚟㗎？花雕雞。我知道呢度最出名嘅喎，你頭先食嗰個係咩嚟？呢個係花雕一品花雕雞鍋。因為我知道呢間鋪頭咧，好多食材咧都係嚟自台灣嘅，咁即係其實本身自己都會喺台灣嗰邊食過呢一個雞鍋嘅，係嘛？係啊係啊係啊！你點知嘅？你頭先講㗎嘛？哇！係咪好豐富啊？喂，不如我試咗前菜先好唔好啊？好。就呢個啦。紅卜卜。圓碌碌，係啦，所以佢名咧就叫做紅 K 球啦。睇下，仲有一片冰薄喺面㗎。其實啜下啜下又幾好味喎，酸酸地嗬。好開胃啊！呢個我哋飲個湯嚟。好啊。好嘛，清爽重鮮味嘅開胃沙蜆鍋，以簡單嘅米酒、薑絲等煮成，不加味精，顯肉脆而且甘甜，個湯啊仲好鮮味添。佢有啲藥材味喎，呢個湯。係啦，有藥材味之餘咧，你食唔食飲飲到咧，有陣好似海水味道啊！嗯，鹹鹹地，鹹鹹地海水味道，幾得意！哇，呢個係咪得食㗎啦？呢個係啊，因為咧頭先我哋咧就飲個湯啦，但係呢個咧就主要真係食佢嘅花甲嘅。好鮮味啊！嗬，係啊，咁咧我知道咧，老闆就話咧呢啲全部都用新鮮嘅花甲去做嘅，佢絕對唔落味精嘅喎，同埋咧係淨係靠佢嘅火候咧將佢嘅鮮味逼出嚟噶。等等等，嗱呢碟咧就係咧招牌川麻蟹啦，哇每一隻蟹啊，只只都2斤重嘅。招牌川麻蟹，嗱顧名思義就係川式嘅做法啦。川菜嘅味道特色係以麻為主，將秘製嘅調味料加蟹炒焗。咁就成為咗一碟色香味美嘅招牌川麻蟹啦！啲辣嘅感覺又會點咧？嗬？會唔會好辣嘅咧？唔知。大家試下咯。都有少少麻辣，呢個嘴唇度。少少啦，但係佢唔算好辣咯。同埋有啲肉汁好味啊！嗯，佢好似真係啖啖肉啊！只蟹真係好巨型。嗯。呢間食肆雖然係台灣打響名堂。但就算喺香港，亦都會入鄉隨俗，整啲香港人口味嘅嘢。每日以新鮮嘅墨魚膠手打製成，粒粒爽口彈牙，客人即叫即炸，保證粒粒香脆可口啊！三角形好得意啊！係啊，呢一個咧墨魚片頭咧入邊真係有一粒粒嘅墨魚喺入邊喎，好有口感，同埋咧佢外面咧就真係好似炸過咁樣，啲脆卜卜嘅感覺，好好味啊！呢個食咗咁耐咧，終於到佢嘅招牌菜出場啦！係啦，就係一品花雕雞啊！你聞唔聞到啊？好大陣咧個酒香嘅味道，係啊，好香啊！呢度嘅花雕雞嘅秘製醬汁係由台灣直送香港，再用上本地農場嘅新鮮雞而製成，保證食到正宗嘅台灣味。又最有雞味嘅雞啊！哇！你試下，你食邊部分？你食雞翼啦。
古林啊，嗬。嗯。喂，珊珊，你知唔知啊？其實咧，我好多咧香港朋友特登咧飛去台灣咧，係食呢個花雕雞嘅喎。啊，我自己咧覺得呢花雕雞未夠辣嘅。嗯。但我知道咧，你可以選擇食大、中、細辣都得㗎。嗯。但咧對於我嚟講咧，呢個花雕雞咧都有少少辣度嘅。但係咧，佢呢種辣咧就冇冚過佢雞嘅原本個鮮味同埋嗰個嫩滑嗰個感覺啊。嗯。啲雞就俾我哋食曬啦，但係咧仲有咁多汁，好似有啲嘥啊。哎，放心啊，嗱，呢個花雕雞湯汁咧，咁食完之後咧，其實可以當火鍋湯底嚟用嘅喎。係啊。咁神奇？係啊，嗱，配埋呢個紫菜嘅腐皮卷啦，同埋呢個果條啊。南哥，麻煩你啊，你教我哋點樣食呢個果條啊？嗱，呢個果條咧，台灣民國嚟㗎啦。咁咧，我就會幫你煮嘅，係啦。咁我大約煮呢個六至八分鐘到，咁我加上湯同埋呢個嘅花雕汁，炒一陣，當果條完全上色，呈現紅色，咁就食得啦。好香啊！就係聞到陣味咧，已經有啲口水咧流湧出嚟，湧出嚟。係啊，我覺得頭嗰種味道咧，比頭先咧嗰個花雕雞汁咧仲濃好多啊。嗯，不如試下好唔好啊？捏一聲試落去，好滑啊！哇，真係辣好多！我覺得咧好入味啊，同埋咧佢啲煙煙韌韌嘅感覺咧好得意啊，我中意呢個。好辣啊！少嘅，一個就哇，即係欣賞啲味道嚟啊嘛，而且都拍咗啊，拍爛手掌一定有好嘢食噶，係嘛？所以咧，熱辣辣嘅花雕雞咧準備好曬啦，而且滾得幾緊要，啲香味係一陣陣嘅咧，係咪咧？好香啊！你想試就唔好客氣啦，我唔客氣啦，俾佢先啦，俾佢先啦，好，多謝曬各位拍檔，大樣細啦，係樣下細，哇，有啲醉咋，有啲醉啦，我等緊你啲試味啊，好香嘅酒香味，同埋咧個雞咧皮薄。肉嫩滑係嘛，好正喎！哇，係咪真係唔停得口啊？唔停得口，係啦。嗱，不但止咁喎，雞要固之然好食啦嚇。咁同埋呢個花雕雞有個另外好處喎，就係嗱，成湯喺度嘅，有飲湯嘅成嘅。呢啲湯咧可以用嚟咧打邊爐嘅。哇！呢個就係呢另一煲嘅呢個花雕雞嘅湯啦。哇！咁啊，即係連汁都食埋？不但止汁，連渣都可以食埋。汁真係啲渣我預備好曬喺嗰邊。嗱，有靚嘅牛肉啦，唔同款式嘅牛肉啦，仲有嗰啲啊廣島嚟嘅蠔啦、魚唇啦、啊手製嘅墨魚丸啦，同埋啲啊靚嘅雲吞啦，仲有喺度。哇！除咗啲咁富貴嘅渣，我見到仲有一兜咧，係真係冰凍嘅厚切魚生咧，同埋呢一個嘅哇鮑魚啊，女仔咧最中意食啲冇乜油啊、有鮮味嗰啲嘢噶嘛，我唔客氣啦。哇！嗯，好好味啊！好鮮啊！你聽我望住你幾想流口水？啲女士們咧，佢硬係連六咧都嫌慢啊！即係我即刻可以食啊嘛！你嗰啲咁啊，我咧就一定要試下呢個牛肉。話俾你聽，呢啲牛肉咧唔簡單嘅，有幾款嘅喺度。嗱，呢邊呢啲咧係牛舌心嚟嘅，係呢邊呢啲咧就叫安格斯牛肉。哇！即係名牌喎，名牌嚟㗎啦，係咪？名牌梗係試先啦，我嗱我嚟先啦，好嘛？好，大家唔好客氣喎，可以跟住我嘅，不過睇我點試啊。有技巧㗎，有㗎。嗱，點啊？千祈唔好超過三或者五秒喎。哦，嗱，幫我數啊。好，壓落去。一、二、三，夠啦！哇，係咪已經乜嘢啊？喂，搏就先。少少，如果見到啲半生熟嘅感覺。係啊，小朋友。大家睇睇我食嗰時嘅樣點樣啊？點啊？真係唔講得笑，真係好好味啊！真係，你玩住啦。我有兩三啊，係咪有好嘅牛肉味。三見咗啊！哎，我俾你，又揾到，又唔韌嘅，真係冇得彈。但你都可以試啊！我都可以試。不過咁啊，我哋逐樣試勻佢啊。咁但係我哋只 Hungry Bird 咧就唔等得㗎啦。呢個花雕雞咧，佢要幫我哋比分㗎。好。咁而家我將呢盤花雕雞咧係交俾你啦，阿肚餓了。我是 Hungry Bird， Hungry Bird， 我是肚餓了，肚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好味啊！好，好食啦，係咪？的確係一個新嘅呢個
口味嚟㗎，用花雕走嚟煮雞喎，真係唔錯唔錯啊！我哋中國人咧做節咧一定要食雞，好似我哋咧去茶餐廳一定要飲奶茶嘅。係，講得啱啊！飲奶茶咧呢個係我哋嘅摯愛嚟㗎嚇，所以咧我哋真人食物測試咧就係飲奶茶啦。咁睇下飲乜奶茶多咧，對我哋人體造成啲咩影響咁樣咯？兩位飲唔飲奶茶㗎？哎呀，怕肥，不過又唔飲得多咯。飲我都會飲少少。你又飲，我又飲，所以又話咧誒飲奶茶香港人摯愛嚟嘅，飲奶茶的確係關香港人嘅事。奶茶是飲食文化裏面一樣經典的飲品，市面上就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奶茶，英式、台式、樽裝、罐裝、沖劑，乜款式都有。但是香港人情有獨鍾的，始終是一杯港式奶茶。喜歡天天都喝啊，即是我如果本身自己就會比較喜歡，因為試過其他都沒那麼好喝。我香滑和茶味夠濃，港式奶茶會濃一些，味道會濃一些。香港人喜歡喝奶茶的程度可以說是接近瘋狂。調查顯示香港人平均每天喝超過230萬杯奶茶，即是說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每天喝至少一杯奶茶的。你們店舖一天大約賣多少杯奶茶？500-600杯左右，用了75%左右，即是喝的率，即係其他嗰啲咖啡啊、檸茶啊、其他歐華田嗰個黑嗰啲咯，咁樣就茶我哋比較賣得多。我諗好飲啩，多人飲咗奶茶同埋普及好多，咁啊每一日咧多數而家唔同咗以前舊陣時60-70年代咧就多數都係飲咖啡嘅，咁而家咧就唔係啦，而家就係朝頭早去飲奶茶啦。奶茶咁受歡迎，連美國 CNN 網站都話佢係香港嘅飲品之王。早午晚三餐，香港人都會飲奶茶。朝早食早餐，只要一杯奶茶，配麵包、通粉、腸仔蛋都一樣得。慣咗，即係好似咖啡啊一樣咯，都會飲咯嚇。提神啊嘛，有時朝頭早都會飲嘅，係啦。如果唔飲個奶茶，會點樣嘅？會好似唔好精神啊，或者做嘢冇咁起勁咁樣咯嚇。午飯時間，無論食燒味飯定係炒粉面，好多人都會飯後整多杯奶茶，等下晝做嘢可以醒醒神啊！港式奶茶由西方飲食文化演變出嚟，所以3:30下午茶食件多士或者一個蛋撻，又點少得嘆翻杯奶茶呢？一日飲幾多杯到咧？一至兩杯啊！翻工可以要日日飲。咁覺唔覺得自己上咗癮啊？唔係少少咯，係咯，係啦，有少少上嘅。其實又唔係嘅，不過中意咯。即係你個我唔飲，我又冇所謂嘅。不過我又會經常飲咁樣咯。奶茶深入民心，就算食完晚飯、宵夜，甚至通宵加班，一樣有人中意飲翻杯奶茶噃。總之，一杯奶茶在手，幾時都覺得咁可口。但是香港人每日喜意嘆翻幾杯奶茶的習慣，對我哋嘅身體又會有乜不良的影響呢？哇！真係估唔到喎，咩年紀嘅人都中意飲奶茶嘅喎，但係咧最估唔到就係咧，仲有人話飲奶茶飲到上癮喎。係啊，有啲人咧會覺得咧飲奶茶咧就比起飲咖啡就溫和啲咯，冇咁刺激咁樣樣。但係點都估唔到咧，成日飲奶茶咧會對個人體造成影響噶嘛。嗱，所以咧我轉頭翻嚟咧就會進行10,000+嘅真人飲奶茶嘅測試嘅，主角就係維維喎，咁啊睇下佢飲奶茶之後咧對佢身體有啲乜嘢影響啦嚇。記得啦，轉頭翻嚟密切留意。歡迎各位朋友翻嚟我哋香港有飯開啊！阿邊師傅啊，我哋之前提過啦，就根據統計咧，原來香港人咧每日咧就飲超過230萬杯奶茶咁多啊！咁即係話咧，接近1/3嘅香港人啦，包括我哋三個啦，就係每人咧每日最少飲一杯奶茶咁多。哇！點止啊？有啲人啊，一日飲翻2-3杯啊，佢都身痕啊！所以咧，我哋要認真咁了解一下，飲奶茶對我哋人體造成咩影響咧？咁有飯開得決定咧，對飲奶茶做一個真人測試啦！接受挑戰嘅勇士咧，就係我哋嘅主持人啦，維維秦啟維。好嘅，師傅，我係秦啟維。咁啊，雖然咧我就冇飲呢個奶茶嘅嗜好噶，但係咧我都願意咧接受呢個真人測試。維維你放心啊，我哋一定會支持你嘅，勇氣可嘉啊！咁我哋啊睇下維維點樣接受呢個挑戰啦。
香港有飯開，為全港市民進行的真人食物測試第二擊真人飲奶茶測試。今次的測試勇士是我們的主持人秦啟維維維，可以反映給其他人看，咦，原來吃這些東西是不好的。港式奶茶香濃優滑是香港人的至愛，很多香港人每天都要嘆一杯奶茶，自小都會喝，上班可以要日日喝。但是如果一個人成日喝奶茶，日日喝幾杯奶茶，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呢？會傷肝，好似可能都會對胃有傷害咁樣。維維是少數不喝奶茶的香港人，但是為了親身測試奶茶對人體的影響，他願意接受這次挑戰。我喝。不過沒人想到今次的測試結果竟然出人意表，口寡，即是柴曬咁，唔香唔濃，好多痰，個胃頂住。維維真係飲奶茶飲到出事啊！我都唔知點解個身體。原本呢個測試，維維要飲足七日，每日四杯奶茶，但係只係飲咗兩日咋，佢嘅身體已經頂唔住，要立即睇醫生啦。如果你再飲多幾日咧？其實就都係呢啲效果嘅啫，唔舒服多幾日，但係咧亦都未到到咧有長遠嘅健康嘅效應。咁你其實身體就算嚟講，你冇一個體重嘅變化，你已經處於一個營養不良嘅狀態㗎啦。真人奶茶測試需要立即停止，究竟維維嘅身體發生咗乜事咧？好失望，我自己對自己失望。雖然今次測試結果是出人意表，但是在測試過程當中就正正揭示了奶茶背後一個又一個影響香港人健康的病症。這一杯奶茶你還敢不敢日日喝啊？維維，我真的估不到原來奶茶會對你的身體造成這麼大影響的。對啊，維維，我真的想問一下你，其實你由哪一天開始，或者喝到第幾杯你就覺得我捱不住了要放棄了？原本整個測試就是飲足一個星期的，每天就飲四杯的，我飲到第二天即是第七杯的時候，我真真正正頂不順，其實我想繼續的，不過醫生要我立即放棄。維維放棄並不代表這個真人測試是失敗，我認為這樣才叫成功，因為這樣我們可以完全了解到奶茶在一個正常人身體上產生的不良影響，還有透過測試就可以由維維的身體上可以知道因奶茶而起的不同病徵。冇錯，係咪啊？我諗我哋香港人咧，可能真係飲得多奶茶啦，咁所以我哋不知不覺當中咧，就會忽略咗咧奶茶潛在嘅殺傷力啦。所以咧，由今晚開始咧，我哋就會一連幾晚咧都會播出阿維維飲奶茶嘅真實情況啦。咁咧，等大家可以知道幾杯嘅奶茶點解可以令到佢又失眠啊，又胃痛咁樣樣噶。好，我哋由頭開始睇睇啊，阿維維接受檢查身體嘅情形點樣？我哋今次挑選維維作為呢個真人奶茶測試嘅勇士，最主要係因為佢一向唔飲奶茶。因為咧，我就比較怕嗰陣奶味。雖然有啲人就話啲奶茶咧，即係會好香咁，但係我就唔係好中意飲奶茶。如果以一個唔飲開奶茶嘅人嚟進行測試，咁奶茶對佢身體所造成嘅影響就會更加明顯，亦會更加快浮現。我有想過一樣嘢，就係因為飲得茶多咧，最主要就係可能瞓唔著，個心跳會加速啲，即係我會驚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啦。無論係進行任何嘅真人食物測試，中大營養研究中心對接受挑戰嘅人嘅身體健康都有嚴格嘅要求。但係呢一次，中大營養研究中心除了要求維維在血脂、血糖、血壓、肝功能和腎功能是健康正常之外，他們更特別要求我們為維維進行心電圖的檢查。首先做心電圖咧，咁會黐啲手手腳腳啦，同埋圍繞住個心臟呢個位嘅，咁我哋主要係 check 個心率咯。原來根據營養師的估計，奶茶對一個健康的人的心臟功能會有不良影響，所以他們一定要確保維維的心臟功能健康正常，才批准他接受挑戰。經過詳細的身體檢查，我們亦都帶維維諮詢中醫的意見，看看他的體質是否可以進行這個測試，適不適合喝奶茶。跟很多香港人一樣，維維的體質不算特別強壯，
腸胃不是那麼好，亦有鼻敏感的小毛病，但是整體上他的身體狀況都是正常的。而中醫師 Jenny 認為維維可以接受挑戰。維維通過了中醫的檢查，而化驗所的驗身報告顯示他身體各方面都合乎健康標準，特別是心臟功能亦屬於健康。但是對一個不喝奶茶的人將要飲足7日，中醫和西醫都認為一個又一個的病症將會慢慢在維維的身上浮現出來。啲睡眠的問題啊，過分的緊張啊，記憶力下降啊，呢啲嘢都會出現噶啦。奶茶咧，佢亦都係因為有奶啦，咁同埋會有糖嘅，會容易夜濕。佢個脾胃虛弱咧，會仲加會加重一啲，佢會有夜痰嘅情況出現啦。再加上咧，即係佢本身容易感冒咧，佢有機會因為咁樣飲法咧而導致咧個體質會更加容易感冒。所以話咧就好多人都中意飲奶茶，但係又唔係人人受得起奶茶。呢個我又同意 B 哥講法喎，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下晝4-5點開始咧就唔敢飲奶茶，因為驚夜晚咧會瞓唔著覺。咁我就想問下維維喎，咁你喺未接受呢項測試之前咧，你有幾耐冇飲過奶茶㗎？嗱，其實講真啦，我真係好幾年冇飲過奶茶㗎啦，因為咧我一個咧比較容易失眠嘅人啦，我驚飲奶茶飲得多咧，好難瞓得著。哦，唔怪得知你飲完第一杯奶茶之後個反應咁大啦。我都估唔到。係咯，你今日飲咗奶茶未啊？香港人早餐、晏晝3:30都中意嘆翻杯奶茶。所以今次維維將會一日飲4杯奶茶，飲足7日，28杯。睇下日日飲奶茶嘅習慣對一個人嘅身體有乜影響？好啦，咁啊，而家咧就試真人測試嘅第一杯奶茶啦。真人奶茶測試第一杯。咁我記得咧，我最後一次飲奶茶咧，已經係咧幾年前噶啦。咁所以咧，飲奶茶嘅感覺咧，我完全唔記得啊。哇！維維對上一次飲奶茶係幾年前。而家要佢再飲呢一啖奶茶，佢又覺得係乜滋味呢？都幾香啦，幾滑啦。可能係測試嘅第一杯奶茶，所以飲得特別起勁。慢慢嚟啊，維維，仲有27杯等緊你㗎。有少少啊，飲埋佢。好，第一杯奶茶成功飲完。維維有游夜水的習慣嘅，平日佢會游1小時左右，但係呢晚落水唔夠10多分鐘咋，佢就覺得唔舒服啦。咁啊游咧有啲辛苦啲，我啲上氣唔少大氣，同埋個心咧比較促咗啲。究竟維維覺得心跳加速同飲奶茶有冇關係咧？點解佢身體咁快就會出現反應？午夜12點，平日維維11點就大覺瞓，但係而家佢竟然仲係眼光光。其實我係每日都仲瞓嘅，但係佢未瞓著。杯奶茶喺8點，即係4小時之前飲，但係已經令佢心跳加速、失眠。一杯奶茶啫，真係咁犀利？一杯我已經咁正常，飲4杯。你話會點咧？會想像唔到。哇！只係飲咗一杯就搞成咁，維維，你點捱落去啊？維維啊，我真係估唔到咧，原來你飲咗第一杯奶茶咧就出咗咁多毛病啊！我睇到咧都有啲戥你辛苦啊。咁其實咧整個過程咧我都冇諗住放棄嘅，咁所以飲完第一日之後咧，第二日咧我繼續飲噶。不過咧飲到第7杯嗰陣時候咧。我真的覺得咧好唔舒服啦，要立即睇醫生。我哋聽晚咧就會播出啊，維維呢2日咧即係唔舒服嗰個情況啦。咁同埋咧最重要就係了解一下究竟奶茶喺佢身上咧造成咗啲咩嘅病徵㗎。啊，真係諗諗下，究竟我哋成日飲嘅奶茶係乜嘢嚟㗎？啊，裏邊有啲乜嘢化學成分咧？嗱，呢啲成分啊，對我哋嘅身體啊會造成啲乜嘢不良嘅影響咧？通通呢啲嘢咧，我聽晚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啊，會話俾你知嘅。嗱，各位朋友，今晚記住同我哋一齊，香港有飯開。
呢一杯奶茶係咪淨係奶同茶咁簡單呢？奶含有奶脂、有利糖，紅茶唔單止有咖啡因，仲有單寧、草酸。單寧會影響咗我哋身體鐵質嘅吸收啦。聽晚我哋會從化學嘅角度揭開呢一杯奶茶種種影響我哋身體嘅化學成分，密切留意。